一个个小手牵着大手，小志工在厦门金善养老院细心地带着爷爷奶奶走出房间，与大家同乐。玩积木，爷爷认真叠高高，最后还很自豪地给自己比个赞。捡豆子也没难倒高龄爷爷。你今年几岁？84岁啊！平时无听到，啊你真牛呢！你听到还真好呢。一整天的活动，有玩的，有吃的。嘿，豆花，嘿，豆花真好吃嘞。天气热，还有意见打理门面，让老人家神清气爽。活动最高潮，大小志工演绎一家人，这位爷爷开心跟着一起比手语。虽然很累，但是呢，我感到很快乐，因为累得很充实，帮助了爷爷。今天我们来之后，看到了爷爷奶奶好像很开心，然后我说如果下次能再来的话，我觉得要好好陪陪他们。从爷爷奶奶的笑脸，小志工感受到付出的喜悦，期待下次再相逢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一军、苏丽萍，福建报道。